好，再来，现在脚椎哈，好，脚椎的展开图哈，基本上一样，也是那个顺时钟，啊，所以顺时钟哈，一样，我们就下 A B C D E， 好，所以你这边一样 ，A 在这里哦 ，B 在这里哦 ，C 在这里 ，Z 在这里 ，E 在这里。实际上哈，那个是什么？圆锥状，这里你可能不用写 A B C D 啦哈，啊一样，锥状第一个步骤一定是画地平线，跟黑板的那一条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知道黑板是哪一条线。啊，因为要通过顶点哈、哦，要画一条水平线。好了之后，来把各点哈、哦，因为这个不是实际长度嘛哈、哦，我们的步骤就是先在上视图，先把各点移来，跟黑板重叠，啊，所以先画过来，因为。这两段是一样的，好 ，A 一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只画一个，啊，我一起画了哈，好，不要，免得同学会搞混，好，现在 A 点已经移到这边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要把它往下画，啊，画下来，啊，所以 A 点现在已经在这里了，所以我现在画的这一段才是。我们把顶点设 O 好了 ，OA 的实际长度是这里，所以一样，再来 ，OB， 啊，一样把它画过来，啊，画过来之后 ，B 点在正视图这一，它已经不在这里了，所以它到这边来了，啊，所以它到这边来了，所以 B。已经到这边来了，啊，所以这个 OB 这里是实际长度哈，一样 OB 跟 OD 是一样长度，啊，所以我们这里 OC， 啊 OC， 把它画过来，啊 C 已经到这边来了，啊，一样把它往下画。好 ，OC 在这里，好，所以这里同学要特别注意啊，有这几段实际长度之后，啊，老师这边先画一点好了，好，这样等一下再盯的时候比较清楚。好 ，OA， 量 OA， 好画 OA 哦，啊，所以这一段把它注解一下 A。好，等一下才会很清楚这一段是 A， 再来 OB， 啊 OB， 一样量这一段是 B，OB， 再来 OC， 啊 OC，RC， 啊再来哦，记住。这样是每一个三角形的腰都在这里的哦，底是在这里，啊，底在这里，因为它是正五角锥哈、哦，所以它底都一样，所以现在是 A 到 B 哦，所以你要记住从这里 A 到 B， 啊 A 到 B 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 A 到 B， 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先把它量起来 ，A 到 B， 啊，所以这里就 B 嘛，啊，再来一样 ，B 到 C 嘛 ，B 到 C， 啊 ，B 到 C， 所以把它画起来 ，B 到 C， 对不对？好，再来 ，B 到 D。C 到 D， 因为
OB 跟 OD 是一样长，所以这里就是 C， 这里就是 D。好，好，连起来了，再来，DE， E 跟 A 一样长嘛，OE 跟 OA 一样长，好，所以到这里 E， 好，再来一样 ，E 到 A， 好 ，E 到 A， 所以这里到 A。OK， 把它连起来。这个角锥的展开图就画好了。OK 吗？下盖就是正五边形嘛。正五边形就用量角器画就好了。知道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廖子盈可不可以？你出名了啊，我这个会上传 YouTube 啊。廖子盈可不可以？廖子盈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请同学关注一下。佩珍啊，我们学校还有另外一个很美丽的校花叫洪佩珍，她叫卖贡丸的。廖子盈，你叫卖豆丸的呀？好。